这位洛天然小姐，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未婚妻。不是吧？靳泽一还未婚妻，是要当他未婚妻啊？这位洛天然小姐，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未婚妻。真是太恶心了！靳泽一，我今天就要给你个教训！哎，二郎神，过来过来。怎么样，你爸的牙刷香吗？嗯嗯，咦咦咦，哦，我这么善良的人，怎么能跟他一样？让开！我凭什么让开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为什么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说我是你未婚妻？当我未婚妻很委屈你吗？不然呢？我跟你只不过是经济纠纷，怎么就成你未婚妻了？难道就因为我没有你有钱，就要心甘情愿做你未婚妻，就要被那么多人指着鼻子骂我高攀你？靳泽一，可能全世界的女人都想做你未婚妻，可是我洛天然不想，所以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结婚吧。什么？我说我们结婚吧。你清醒点好不好？我凭什么要跟你结婚？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，媒体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谁跟你是我们呀？可能从你赖在这个房子开始吧。你跟我结婚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这样我就不用面对什么相亲，也不用面对那些绯闻，你也可以不用搬出去。这样呢？你接不接受相亲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要单方面被你宣布结婚？我真是没见过像你这么自私的人。你发烧的时候我就不应该照顾你，让你脑子烧坏才对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喂，洛天然，洛天然，你听我话还……洛天然，你开门。不开。多少女人想做我老婆啊？求之不得呢。那你就去啊。我是不想当你的老婆，呆头鹅，你给我开门！我就不开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我说了算。我从小到大都住在这里，怎么就是你的房子了？你还想不想要你的房子了？我们做场交易，我雇你当我老婆，房子还给你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反正我们互相讨厌，先把事情解决了，
解决完我们就离婚。离婚？离婚你就想好了？干嘛？你要跟我住一辈子？自己考虑吧。